有个人飞在旁边，哎呀，老三！我操！我滑到了来了，我真是醉了。还没捡到，没有，我一路他就打我了。炸一下，听到，我来了。呜、哦！那就我去楼顶上架下去。低了。这还能给你补了吗？他卡了。这有人，前方有危险。自救器，我操！有人啊，对面楼里有人，是吧？前方有危险，哎、就在那龙身上。OK。在龙头，在龙身。啊！我这里有物资。被人打了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那个人，那个人，好。下个圈可能在自救器的。要，左边左边，寡妇村。好、哦，打下了。不打。哦哦，好多人。
哎，别哥哥哥！血滩，用房子里面血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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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滩。那石盖真麻呀，石盖。放狗抓嘛，我也不抓。身上都炸，包。我两只狮子。来了，上面坐人呢，上面坐人呢。前方有危险。我操！能救吗？爬过来。我急救，我急救，急救，救我！我操！我自救还没自救起来呢。他不要紧。上，你别急，我帮你。在一楼，在一楼。打个。救人！别急，拖一下，拖一下，我给灌雷，他死了。哦，帅！直接进来！再给我零点一秒，我自救就行。像那个，前面那个，他们。我标记了一辆载具。前方有危险！轰倒！来死！干！好的甲吗？我的甲被干烂了，我服了。哟，在我脸上打呢。烧死了。哎，哥哥，别这样点，你那全是人。记了一处地点，
铁做的吧，这么肉。危险！两个在烟里烧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还有自救器，你们让他救吧，让他救，让他救起来。他自救了。哎，他怎么起来就跑啊？对啊，他起来可以走啊。哥们起来干嘛了？